兄姐无心游，看一下哈，有，哎，第二个，第一个是格子而已哦，嗯，好。总结不清楚。台北的天气比较好。好、哦。我今天来的时候。总结不清楚，再来呢。想起。想起鸟音汉。好。哦，对对对，我就猜你逼的爸爸来的，是没错。好、哦，想起鸟音汉，起。老师再见啦、啊！再见啦、啊！再见啦、啊！这东西没带，已经要走了。相菊，藐视的藐哈，藐、哦。哦，嗯。哦，嗯。藐啊，云汉，云汉，云。拉下来，嗯，喊话，两束点，嗯，好，点回收，好，好 ，OK， 然后那些小字不好安排啊，嗯，那怎么办呢？还是要写啊，所以呢，可能。是尽量写哈、嗯，好，好，李白，嗯，啊，你可以把它放放开近一点，李白，嗯，诗人，嗯，谢谢啊，月下独酌，月下。独酌，好，好，此诗呢，本本是寂寞，为什么呢？读嘛，读就牵涉到寂寞的感觉哈。的不得志吧、啊啊、他是有一点落寞、嗯总是寂寞的、嗯、但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好好好，那那小心哦哈，运用丰富想象，好，是运用丰富想象。把月亮和自己的生命凑合成了熟人三人，月亮和自己，
的身影。凑合成了所谓三人。好，我来看一下哈、哦，下雨吗？他因为有点歪嘞，你是在想什么嘞？那不知道，你再去拿一张，拿一张红色的，好啊，回家写。但是这张要注意哦，按、啊、那个带回家写，那个落款，好不好？不要写歪了哈、哦。好，要注意哦。啊，三人又从花想到春，又从花，好好。他是这个样吗？最后面。最后面有没有那个秋姐在安全帽旁边、嗯、红色的那个、哦、红色的有没有看到、哦、有好想到春字好想到春字从左到歌到舞期末前面认的是江期末情十分热闹。这小字比大字难写，当然难写了、哦。对啊，不是这些小字真的。好，十分热闹。好，不仅笔墨才，这段要慢慢写。不仅。一把棋况放大个性像无影子一样，表面上自得其乐。
中。好吧，好，拜拜拜拜，难写这些小字，没事，小伙子啊，那外地也不难。病书，啊，病书的，那就脏了盖了，盖在这里，好，盖在这里都可以，稍微出来一点没关系，或者是盖旁边也可以，好，哦，这个，OK，好，OK，OK，OK。